鼓起嘴巴就立马变身可爱包子脸的朱一龙，日前穿着深绿色格纹大衣，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现身上海市外拍摄自个儿的新剧《亲爱的自己》。当天到达片场的朱一龙手拿道具坐在一旁独自发呆，直到工作人员拿过手机向其展示了拍摄重点。在造型师帮自己整理好头发后，童心大起，拿着吹泡泡的道具，一个人玩得开心。再见其他人。只能吹出小泡泡时，咱们的朱一龙小朋友突然好胜心起，认真尝试了几次后，终于成功搞出一个超级大泡泡。此时，朱一龙小朋友立马拿上道具，笑得好像一个孩子般，走到小伙伴中间，好好秀了一把自己的独门绝技。直到工作人员来叫了，朱一龙才放回道具，搓着自个儿的小手手。笑着与工作人员离去。看咱朱一龙小朋友这般可爱乖巧的模样，各位粉丝们，有人要组队去剧组偷孩子吗？